股市至尊人关心投资人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固定到每天早上的11点到11点半收看股市至尊人的节目，我是至尊人阿豪，在这个同样的时间呢，陪伴着我们全国的一个投资朋友，一起来面对指数的一个挑战哦。各位好朋友，今天是10月1号，光辉10月的一个第一天哦。我相信今天的一个盘势呢，也让人家觉得，好像太阳出来了哦。来，各位，我们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加权指数的一个走势哦。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11点整，我们看到加权指数到目前不错哦，上涨了23点，报在8990点哦。但是呢，早盘的时候哇，一度重挫了47点哦，吓出了一身冷汗。但是随即呢，马上狂拉，拉到了9014，各位。啊，那安呢？你今日是10月1号啊？今天吗？各位，不是因为今天是10月1号，而是因为你看得懂多空他们角力的一个结果。当加权指数今天拉过关键的点位的时候，就是一路往上了。怎么去看？来，各位，尤其是有新的一个观众朋友，纸笔赶快准备好啊！好，别来尬功夫啊！来，各位，我们一起来看哦。我们知道在市场上，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所有的一个行情哦，你先不管国际指数，你现在看的加权指数，你光是加权指数就好了。你所看到的一个所有的行情，哎，吉利，永远就只有两股力道交织组成的。哪两股力道？一个是多方的一个供给力道嘛，往上的供给力道嘛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当然是往下，刚好跟它是对坐的一个力道嘛。所以各位好朋友，你在盘中一定要做对的事情，怎么样去做对的事情？千万不要再去看消息面的东西，消息面对你实质的一个帮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限。那怎么样做对的事情？来，跟着我的动作，大家一起来，各位，来，我们来看到这个是加权指数的一个日 K 线图哦。今天是10月1号，我们到目前为止看得很开心哦，红彤彤的，红彤彤的哦。来，各位，我们要去抓出来到底目前市场上多方以及空方的一个力道，因为我们知道多空力道就组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每一天的一个行情哦。所以目前正在盘中，你要在盘中做对的事情啊，怎么样做对的事情？多空力道怎么抓？来，兰州会来看，各位，上半部是加权指数的一个日 K 线图，下半部呢是它的成交量哦，加权指数的一个成交量，我们要抓出来空方力道是不是要由今天往前数，数到前坡的一个高点，前坡高点在什么地方？出现在上个礼拜四啊，9月25号这一天啊，这一天为什么是前坡高点？而且它又爆出了一个当时的一个最大量哦，所以它是不是具备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性？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到从9月25号到今天为止，空方它主要的一个成本区、主要的一个防守区间在什么地方？怎么用？波段移动均线啊？怎么算？1、2、3、4、5，到今天是不是刚好第五个交易日？所以我们给它一个5日的波段移动均线哦。好，各位，当5日波段移动均线打出来之后，你知道它在这一分这一秒是在8984点，所以各位好朋友，即便今天早盘一度造成市场上的一个恐慌哦，大家想说哇，完蛋了，这盘是不是要真的又要再下去打一次连线了？可是各位，当你抓出来，从9月25号到今天为止的一个空方成本，你发现它一旦突破之后，你就知道这个盘是多头，它真的准备要上攻了。真的是这样子吗？各位，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再去做一个切入哦。我们刚才抓的是不是空方的一个成本？好，空方的一个成本是不是在8985？好，那多方成本怎么看？各位，昨天的一个低点到目前为止，你觉得它是在上涨还是在下跌？当然是在上涨啊。所以我们要怎么去抓多方的一个成本？1、2，是不是2日的波段移动均线就马上给它了？好，2日波段移动均线抓出来，各位，8982。所以各位好朋友，你知道今天盘势是怎么回事了吧？多方它守在8982，空方它守在8985。你说啊，好，那不就只剩下3点的空间？对啊，那只剩下3点的空间，谁先抢过谁就赢了嘛。所以各位，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一个报价是多少，8998。各位，请您告诉我，请您看着这个电脑萤幕告诉我，现在站上多方成本了吗？站上了。站上空方成本了吗？站上了。那你有没有在盘中做对的事情？这个是真正的输赢，输赢就是差这么一点点而已嘛。可是你说啊，好，那他真的站上去之后，他就会一路往上攻了吗？
各位，它还要突破一个关键价，哪一个关键价？我们等一下节目的后半段会详细的跟各位去做一个分析哈。那我现在呢，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在于说，啊好，我们是在盘中的时段呢，盘中时段你常常在说，盘中要做对的事情，我才可以真的赚到市场上的钱。那你可以告诉我们，那你有没有真的在盘中做对的事情？各位，啊好，做节目我是秉持的什么观念？来，啊好，做节目我是秉持着用公开的方式操作，把我们真实的一个操作模式呈现给我们所有的一个好朋友哦。所以各位好朋友，今天的一个盘势怎么样才会是这个市场上的一个赢家？是做空的吗？还是爱做多的？多空双向操作，你才是真的今天市场上最大的一个赢家哦。好，那我们到底是怎么带领我们的会员朋友去做个操作的？我们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哦。来，各位，今天是不是10月1号，礼拜三，光辉十月的第一天哦？好，那动作应该是从昨天就开始了。来，昨天是礼拜二啊，9月30号啊，9月30号，我们的 VIP 会员，我们收到什么样的一个指令？收盘价，我们布空流仓，准备做隔日冲。各位好朋友，这个是昨天的一个动作哦，昨天就应该要开始布局今天的一个盘势了。各位，昨天收盘价是收多少？你还记得吗？9月30号，昨天收盘价8991。各位，在这个地方，来注意看，都还是空，空呢，要布空呢，准备做什么？隔日冲呢？来，各位，昨天在这个地方是布空方部位哦。结果今天呢，哇，一开盘，嘣，马上给你灌下去，80大点就出来了，直接灌到8911。各位，那第一趟是不是已经完成了？那你说啊，哦，那你是凭着什么？你是凭着什么？你怎么知道在昨天你知道带领你人们的一个 VIP 去留了一个空单，准备做隔日冲？现在这个地方可以。
可以反观维多了吗？修头，再观察一天，明天再做动作，不需要紧张。所以整个操作，投资朋友，你说我们在昨天所讲的，来看一下，都有同学老师讲。以技术面来看，八月八号1.9014被灌破，形成一个所谓的盘中反弹的反压手段。那搭配消息面，香港驱散中催泪弹镇压，拖累港股大跌，所以台股昨天自然扛不上去。那从时间来看，9月1号见高9532，已经回撤20天，算是一路压到目前结算，总共跌多少？619点。所以之前我是讲过，摩海子的压低会一路压到月线，也对了嘛，跌了619点，所以明天逢21天很爽，这是我昨天写的。所以我们面对这个行情里面，你说今天到底这根线到底是转折线？以时间来看，有人。但是如果以价格来看，我刚刚也提过了，还要再等一下，所以先不急，先不急。破底翻，单锤打桩，一次行情需再确认。好，你把它记住。那么第二个，在今天也刚好是属于9591跌55天，所以明天是今天，如果开高或走高，涨幅超过58点则确认。总的能力，那可惜这个地方没有好。那所以破9000之后，短线已到月均值的2个标准差，统计上是超跌，短线超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上。何谓月均值的2个标准差？这个也是属于统计的部分，就是说我们透过统计去算价格的波动，在一个标准差以及2个标准差，2个标准差它的所谓几率里面占95%。比如它如果超过2个标准差以外，几率只有2.5%，因为两边双尾，懂了吗？不懂的话看不腻。好，那所以我跟你交通清楚，整个趋势是属于向下一步，但短线上会有反弹的情况，所以以小时再冲，不用急躁追空，可强短多亦无不可，这是我跟你讲的。券空股票开始分批回补，并开始切入华亚，这是我跟你讲的。那今天的华亚科不小心攻上涨停板，华亚科涨停板就爆了，没有什么。所以我们要讲的是什么？今天的这根线，我们该怎么去看它？投资朋友，如果以线型来看，这根线我们可以这样讲：阵地一声雷，它的破底翻是破底，破底之后往上翻。从时间来看，双重转折。以台指来而言，我们看什么事情？爆出15万口的大跌。这15万口是什么？过去这3个月，7月、8月、9月以来相对打压，这告诉我们很多散户是什么？这个地方做多单，真的很可惜。之前那个养护在做空的时候，刘老师啊，做空会跌吗？9014没有破，你说做空，那我做多我看再看看，等到破9014知道已经受不了。在今天的这一段，你的多单可能真的是断头的，所以为什么这个量会爆出？好，那爆出这个量的轨迹是什么意思？这3个月以来的这一天量是最大的，当时现行出现一个所谓的一个高烂十字星，这边也是爆出个大量，见高点，以45度线。去画，短线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所谓的涨势的结束。好，下跌反弹又是爆出个大量，这地方以45度线去算，看到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所谓的这个墓碑线，在45度线的这个位置，同志们啊，好巧不巧，整个涨势结束在这个地方，涨势结束后的这一波又是一大段。所以这一段跟这一
说你看赚了多少钱的，那意义不大，你又赚不到。那我的逻辑在哪里？可不可以事先知道？可以啊，不用指标，画一下就知道了。好，那到这个位置要爆出大量，所以我们重点来了哦。如果明天是属于的内运，在这个区块里面，以内运的方式，例如说拉出所谓的下影线的一个流星线、吊影线 ，OK， 没问题，行情还是很好，不奇怪。那如果明天直接过，拿这个位置，投资朋友记住了哦，空单不能够乱空，先等一下，因为这个时间的话，我算了一下，大概要等到10月8号左右。好，你听不听，信不信随便你。反正如果你没有规划，你就不要乱做。如果你有规划，你才会去做每一笔的单子。或许我们的规划，以现在你来看，我老大刚好包你。这个情况就很像是我以前讲说我要做半空，这一波的规划叫1000点，现在672点。你再看反弹，我还在空，我什么时候出手？陛下，安全看得见。哇，丰富的美食，哇，还有现点现做的料理，怎么可以这么划算呢？约会聚餐的好地方，幸福就在这一刻。贵族世家，用心，用心。还是用心，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，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。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-2578-3000，2578-3000，最用心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轻一点，轻一点，再轻一点，再轻一点。爱健青柠茶，热量少一半。爱健青柠茶，我爱的柠檬汁，轻一下的滋味，轻一点，再轻一点。爱健青柠茶。I can。当您投资失利、求助无门的时候，别失意，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。专业投资帮助您，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是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，2578-3000，最挺你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改期害虫，消灭登革热病媒蚊，新鳄鱼一体电蚊香，适用各种电蚊香器，新鳄鱼一体电蚊香，鳄鱼保护您。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，也是门良心的事业。固德投顾拥有期货、股票双证照，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，2578-3000，最专业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在科建学美语，就像在美国一样自然流利。我们都在科建美语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。来，我们还有7分钟的时间哦，赶快把握这一段时间，赶快跟各位来报告一下，这个盘势到底要突破了哪一个点，才算是真的多头已经安全了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现在的时间呢是早上的11:19，到目前为止呢，加权指数是上涨了28点，报在8995点，今天的高点仍然是维持在9014点不变哦。那各位好朋友，到底要突破哪一个点位？这个多头它才算是真的是获得了一个完全的一个胜利，怎么看？各位，你要去知道啊，长线以来它多头的一个成本，它要站上去啊，要站上去，这个多头它才宣告说，我收复我的失土了，我接下来又要持续再往上做一个攻高了。那怎么看？一样啊，波段移动均线啊，各位，纸笔准备好了没？好了哦，好，那这位来看啊，来各位，一样哦，加权指数我们要去看长线。在长线的一个多方的一个成本怎么看？
来，今年是民国几年？103年。今天是10月1号、哦，光辉十月的第一个交易日。来，各位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今年从8230，也就是今年2月份的一个低点以来，到今天为止，一共第几个月？一起来算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是不是刚好9个月？好，那这9个月以来呢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确实是在上涨，没有错嘛。所以我们要去抓出来这9个月以来上涨多方的一个成本，是不是就给他一个9个月的一个波段移动均线，结果抓出来成本是多少？9051。来，你把这个9051你把它记下来，你每天操盘看得到的地方你给它记下来。有一天你如果看到，哎，这个多头加权指数它已经站上9051了，各位，那你的方向就要改观了哦。你就不要再只是看那一个方向而已哦，在盘中安美在公开叫请撤吼，因为有太多的一个规定吼。但是提醒你，光辉十月今天是第一个交易日吼。来，各位，在他还没有站上这个9051之前呢，各位，你还是要懂得多空双向，多空双向都要操作，你才真的可以去创造双赢吼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的时空背景还是这样子嘛。来，市场上有一个人，他留了一个非常大笔的一个净空单。他的口数大到让每个人都不得不去注意他，26886口的一个净空单哦，这个是什么？往下。但是呢，各位，今天是10月1号嘛，那下个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进行，所以呢，有两只天使之手会在下面轻柔的抚着这个盘势，那它代表的是什么事情？所以各位，现在是不是多空？你要双向去做一个操作，一多又一空。你说啊，好，今天嘛，我嘛是多空嘞，但是我多空被双八，各位，那是因为你跟错团队了。来，在盘中要做对的事情，你才真的可以赚得到钱。怎么样做对的事情？来，啊好，用公开操作的方式跟各位去做一个呈现哦。一多一空，但是昨天就要做布局了。昨天是不是9月30号，我们的 VIP 是不是留了一口空单，留了一个空方的一个部位，因为我们也准备做隔日冲。好，你昨天收盘价收多少？8991呢？在这个地方留了一个空方的部位，各位，今天不是开盘才去追空，而是昨天你就应该布有这个空方的部位了。今天一开盘大跌80点，打到8911，你再去追空，你敢追看看啊？马上是不是又被嘎上来？好，那所以各位，宜多宜空。但是你的顺序要对啊，你要跟对团队，你在盘中你要做对的事情嘛。那你说啊，好，那你这个哇，你真的很漂亮呢，昨天留了这个空方的部位，真的今天开盘就直接大跌80点呢。那你今天盘中还是隔日冲啦，啊，你今天盘中你当冲是怎么做？8:48，我们的会员朋友都收到了一个关键的指令，知道我们今天盘中应该怎么做。但是各位，拍摄哦，现在还是在开盘的时间哦。依规定，我们不能够把今天的一个部位啊，很明显的跟各位去做一个报告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下午5点，我们准时开牌，在哪里开牌？各位，有台运通财经台5点到5点半，一样有一个股市至尊的一个盘后节目哦。欢迎各位好朋友，我们一起来开牌。在盘中节目，我只能够跟你讲到这个地方。怎么做到的？用猜的吗？还是用赌的？各位要有依据，依据是什么？天罗地网线专门用在当冲、隔日冲以及三日冲，多空要双向，你唯有掌握双向，你他我都双赢。但是各位，我们也要讲在前面哦。股市制作人不是那种带领着会员朋友啊，那冲进、冲出，用会员朋友去赌他的一个生命的哦。各位，我们一定有停损机制。如果在座各位好朋友，你觉得你要找那种每天都会赚100-200点的，你也不用来找股市制作人。而且你也不用浪费时间，根本就找不到这种人，除非他是说谎。各位，我们一定有停损点，而且我们当冲的停损点，我们就是设定36点。为什么要设定36点？36计走为上策。当你一个部位进去打到你的停损了，各位，代表你进场部位错误啊，那你还不赶快走为上策？难道要等到他赔了360点才要走为上策吗？根本也不用你走了，营业员早就 margin call 直接给你剁掉了啦。所以各位，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好朋友，你跟到的是一个正港的基隆啊。我心目中正港的基隆是什么？第一，
方向一定要很清楚，一多一空就多空双向，但是先后顺序要搞清楚哦，不是那种多空双向被扒哦，方向一定要清楚才是你获利的基础。做对了要停利，落袋为安嘛，不能让会员朋友做对了报上去又报下来，本来做对了变成做错了，哇，那多可惜啊。但是阿豪非常强调，一定要有停损的一个机制。我们停损当中，我们就是设定36点，也唯有严设停损机制，才能够永保会员朋友的一个本金安康哦。所以各位在盘中一定要做对的事情，你才真的可以赚得到钱。如果你相信股市制作人，我们这种比较稳定的一个操作模式，长期下来，来，你给我时间。冲冲乐，每个人都穷来穷去，但是你真的有赚到钱吗？各位，冲冲乐，冲对了才会赚钱，也唯有赚钱，你才是这个市场上最快乐的人。记得盘中要做对的事情，你才能够真的赚得到钱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征服时间让我热血沸腾，在21世纪我用跑百米的速度为客户服务，我很仔细也很勤快，把房屋资料数位化送上云端，让客户轻松就能挑选，线上就能看屋，这个标志让人充满动力，更有效率，选择科技化的团队让你更快成交。 Century 21，用心用心还是用心，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，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。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-2578-3000，2578-3000，最用心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饕餮永思思，美国进口原料，最新 PEACE 认证通过，会退休，会止疼，思思解痛加强定。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，也是门良心的事业。固德投顾拥有期货、股票双证照，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，2578-3000，最专业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饕餮永思思，美国进口原料，最新 PEACE 认证通过，会退休，会止疼，思思解痛加强定。当您投资失利、求助无门的时候，别失意，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，专业投资帮助您，拥有期货、股票双证照，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，2578-3000，最挺你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运动健康要愉快，要多吃3A鲔鱼块，有优质蛋白质和3A鱼油，轻食有。